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今天我要出门去看 Lord Mayor's Show，就是伦敦市长游行，应该是叫这个吧。它是伦敦的一个传统的活动，社会各界的人士都会来参加，然后市长也会就是全程在看。我来的这里是就是活动的开始。本来是想下午都在这边看的，但是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差，又冷，然后又下雨，再加上我又感冒，所以就只看了开始。这个游行还蛮欢乐的，所以就录了一点片段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就请继续往下看吧。都发芽了，什么了？
Thank you.